然后咬了牙帮我走慢一点，因为我们要跟小满小轩这边会撞到。会往失手的时候会慢一点。然后我 Q 你再讲一句。对对对，你 Q 我。来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会不会可以哈？什么？我需要退几步还是就直接跟？直接跟好了。好，来，我说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在，因为学生好像说到十二点吃饭，我们十二点前会在这边拍了一场戏。嗯。这边他的反应特写，特写正面嘛，就大头啊。我想要试试。这边最主要的表情是他不是拿气球吗？然后一个转头看到是我，发现是我的那个表情。哦，好，最主要的那个。